我今年46岁了，减肥超过20年的历史。但是我现在发现，我好想瘦，但是再也瘦不下来。我最在意的地方是肚子，只要穿薄一点的衣服，肚子就会凸出来。最可怕的就是这一块马鞍肉，怎么样也瘦不下去。最惨的是我的粗腿，怎么那么难受啊？就是这三个部位，我很想瘦，我一定要瘦，我需要最快最有效的方法来帮我。针对郭敬诚的问题，我会建议他做第五代塑力塑雷射减脂，不要开刀，在短时间内针对想雕塑的部分减少肥胖组织。根据医生的建议，我开始接受疗程，过程不痛，是很温暖的热感，还有强劲的吸力，而且热度可以非常的深层。10分钟，我的肚子就明显的发红出汗，然后全身都流汗，第一次做就超有感觉，一量腰围立刻小了4公分。结束疗程之后，我的肚子还是持续的出汗发热，雷射的能量还一直在体内作用呢。不管是马鞍肉还是大腿，这台机器都可以轻易处理，一次一次看到尺寸的变化，真的太开心了。你还等什么？